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是2023年12月24日，这是今天第3场播报点评节目啊。中纪委的网站又更新了，又来了新消息：安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、总经理、副董事长刘运生被抓了。今天这个河南省纪委监察委公布的消息啊，这明显是针对李克强。你看，李克强的老巢仍然内政。内斗不断啊，主要是抓捕对立派的官员。习近平担心呐、啊，其实就是他仿造斯大林搞了一场大清洗，现在开始了啊。因为我们知道安阳钢铁集团，那这绝对是超大型国企啊。一般这样国企的老板啊，这个一般来讲，有的时候开党代会的时候，那最起码是下边坐的这个总代表啊，就是他地区的代表啊，有的甚至是中央候补委员。你像鞍钢。钢铁集团对吧？还有东风那个，楚云峰啊，那不当年是候补中央委员嘛，对吧？就是这个长春一汽的，对吧？就这些大企业老板，他交的朋友，政界的好关系，保护伞，基本上都是省委书记、省长，所以这个一抓就一条线儿啊。而且习近平没完事儿就李克强了，绝对是下重手啊，死了也不放过，你这手下的人都给他收拾干净。让你什么？没有人能够就再挑战我的权利，是不是啊？那个，这是刚才看到的消息。还有与此同时，刘洪武重判，这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针对刘奇宝。刘奇宝是万里的党秘，对吧？万里的秘书啊，后台也很硬，在中共党内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。你看现在也抓了，是吧？抓了判刑，刘洪武啊，副主席，现在判了15年。你想这个年龄呢？都是六七十岁了，再判个15年，再减减刑，回家基本上就等死了，是不是啊？一般判10年以上，再回归社会已经相当难，何况这个年龄就这么大，是吧？上半场当官，下半场坐牢啊！在习近平统治下，官员成了高危的职业啊！也因为这个政权即将崩盘呢、啊，所以说在这之前就在互相指责、互相推诿，开始内斗。今天看到了，刚才看到了更多的消息啊，也就是屋漏又逢连夜雨啊。你看中共这个国内现在是一片乱象啊，主要是经济麻烦，又来了天灾人祸。刚才看到海外的这个是看中国网站发表一篇文章，甘肃大地震揭脱贫假象，财新揭底，习近平惨遭封杀。其实他讲这个脱贫呢，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揭胡春华的老底，对吧？所以这都是连在一块儿的。甘肃啊，这是这个刚刚看到的消息啊。甘肃这个这次这场地震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影响是非常大的。海外媒体这个纷纷的在报道啊，也就是这场地震露了馅儿，中共这个官场的一片乱象出来了。往往是来了突发事件，突发事件就打开一个窗口了，使人们看到一些这虚假宣传，现在是根本就是不奏效啊。人们马上看到了他这个。所谓的这个脱贫攻坚，露了底牌了啊！今天看中国网站有一条消息啊，我现在应对中共的这个网络攻击是绝对有经验呀、啊！你看呢、啊，就是很厉害啊！我刚才把这篇文章打开，这个电脑这个黑了天，我打开另一篇啊，另一个电脑，我就20-30部。前一段时间有个读者赠送我2部，是吧？平板电脑，以后我需要这东西啊，你有邮寄信箱，邮寄给我就行了啊。最好是这个亚马逊的质量比较好啊。甘肃省积石县18日深夜11点59分发生6.2级地震，死伤惨重。而一座因地震被摧毁的土房屋及吴康镇的砖房，疑似气体袭击，脱贫成功是谎言呐。当然，这个事儿和也不光是习近平是吧？这胡春华有责任，我刚才已经讲了啊。你别看他什么派系，他内斗，内斗是内斗。这个他搞这些名堂，我跟你讲都是心虚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他害怕你这个谈这个事儿，他这个远程技术很厉害，是吧？远程都可以给你电脑给你黑了，我一个电脑，他可能知道 IP 地址了啊，或者是什么其他名堂，反正他都是办法了。人家这个电都是充足的，突然间断电啊，就证明他很恐惧啊。通过这个视频就看到了啊，就开始搞这些名堂没有用，一点用都没有啊。等这部电脑，可疑电脑给他送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，有一个专门研究中共网络攻击的组织，给他们就行。你先查到了是吧？
然后给他批注到马上，好不好？这边呢，讲12月18号23点59分就该出这次6.2级地震啊。现在是根据官方报道的这个消息啊，死伤是117人呐、啊。而且呢，大家想想，这个积石县是什么地方？甘肃省23个极度贫困县之一。2019年宣布全县2989户，当中13946户脱贫了。你看露了馅了啊！全县630户，281人剩余未脱贫人口全部脱贫，1389户，5989人边缘抑制贫困，致贫人口，这个消除返贫致贫的风险，绝对贫困的一个历史角解决。你看这牛皮前几天吹的是吧？还庆功了。然而18号的地震一下露馅了。灾民们的住房水平仍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、90年代，甚至50、60年代，搞还好意思搞"一带一路"，还骚扰台湾呢，还要解放台湾、武统台湾，还要给美国佬争老大，你想想这多丢人，哪能争得上是吧？不是全面小康了吗？看中国网站这篇文章讲，他说看到甘肃地震土造的房子，终于相信几亿人的平均工资只有1000元呢。你看为什么李克强这样一讲，现在老百姓心里蹦蹦跳是吧？李克强早就讲了地摊经济啊，就嘲讽的啊，因为网民炮轰，这什么样的房子完全是黄土坯造物，这样的房子怎能耐震？同时质疑说好的乡镇振兴，那些上级拨的款项哪里去了？上级拨的钱呢，都让各级官员贪占借。你看有的村党支部书记啊，甚至把他家的其他部门大姨都给列成假的扶贫人口了。贫困人口钱都转移到去他们账号了啊，有很多这样干的啊，叫雁过拔毛啊。这篇文章讲都说几乎找不到没有被坍塌、没有裂缝的房子。死伤最严重的陈家村，记者去了8个遇难村采访，看到了很多人被砸死的房子里，其中包括村民、孩童。陈家村及韩陕家村，村子树叶坍塌，80%的房子没有办法住了，总计超过1000户。你就看看，但是全是假象。因为这个这么困难的国家，你搞什么"一带一路"啊，把这钱都收回来，给老百姓造房，他整天大忽悠啊，吃里扒外，舍近求远，吹牛逼撒谎编故事，每天一直骗到现在啊。所以这个对此旅美资深人士蔡振坤他说呢，2020年中国就宣布全面脱贫，进入了小康，如此谎言被一场地震彻底戳破了。这印证李克强生前讲了6亿人口收入不足1000元的现实，6.2级地震导致房屋大面积倒塌，说明中国民用建筑质量这个地下抗震标准根本不达标啊！你就想想啊，这些不去多讲了，你就想在这个情况下还搞这么雄安新区啊，还要跟美国要争，要拼死世界，终生西向，中华民族复兴，怎么复兴啊？这一看都是谎言的欺骗啊！其实现在反习近平人很多呀。今天有一条新闻，在第一场读报点评当中啊，新闻综述当中忘了给大家讲啊，这是非常关键。也就是什么呢？你看今天有一篇文章专门讲什么呢？讲这个就是关于春节的这个表述。我看现在新华社还在那个网站上啊，我刚才想起来了，今天早上其实想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储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密码，就信息的密码哈，也就是关于这个春节呀，啊，他反复的强调什么呢？现在可能已经不在这个网络上啊，也就是什么呢？关于这个新春佳节呀，这表述方面啊，他有一题讲到春节，他只强调初一啊，他却回避了什么呢？回避了除夕呀，这是今天很大一个新闻啊，我看看。还没在网上没有了啊！这篇文章就讲，其实就是讲什么？就讲这个，就关于这个除夕这个敏感词儿的事儿。他不好意思讲啊，他那意思全国各地、全世界各地哈、啊，各个国家都认同中国的什么？就是大年初一是过春节，看见没有？他始终不提除夕，因为提除夕他胆儿突突的，老百姓恨他，说今年的除夕将成为敏感词儿了。除夕这一天据说不放假是吧？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啊！我看看《人民日报》是不是还保留在版面上啊？《人民日报》因为它的每天的新闻太多了啊，连篇累牍的推出，很快就消失了。
其中有一篇文章，他就讲什么呢？今天早晨我忘了他的题目，他这个题就讲全世界各个国家对中国这个春节的认同，对春节的认识啊。那个表述那个意思就是说，除夕啊就不存在了，就过年就是大年初一开始，这根本不符合这个文化传统啊和这个民俗。大家都知道啊，中国人特别重视这除夕之夜，除夕之夜必须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吃饺子、团圆饭，对不对啊？你看以前咱们家再穷。就是平常的，因为那时候那个白面特别少，对你啊，是定量的。我妈妈就攒了，一方面有些面拿出去换苞面了啊，所以我以前讲过了，我不重复了。那么留下那点儿，一直攒到过年，然后擀呢，擀饺子皮儿，我们一起擀。到现在我会擀饺子皮儿，什么包我全会呀、啊，绝对煮得好，煮三遍。你看现在年轻人有的煮饺子煮烂了，他们懒。一起煮三遍，就开3次锅，每一次往里加点水，是吧？加点凉水，然后再一铺出来，就是那个沸腾了以后，我再3次，保证熟的透透的好。你要小孩着急懒，倒进去那个饺，尤其现在饺子冷冻往里放啊，那就特别懒了。他等以后发出以后就像烂酱一样，一看都不行。像我们包那个饺子，皮儿薄，馅儿薄，馅儿满。就那馅儿特别大，皮儿特别薄，然后一煮去以后，哎，水敷在水面上，三遍就完事儿。然后再给它饺子汤，我们叫山东人叫骨汁汤。山东人是穷啊，最高理想是吃骨汁，就是吃饺子。啊，刚才还煮了一盘是吧？你谁都没有我煮的好，不是我吹牛，我跟你讲的。啊，敷到水面上一个是一个，绝对不是像有的磨磨唧唧的是吧？对，然后还得有那个就是蒜酱是吧？放点酱油，但是你不能出去会客，满嘴就蒜味喷的。一般都晚上是吧？我想除夕夜就一家人的老头老太太几代人的围坐在一起是吧？大家长做饭，那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不坐下，小孩不能坐着吃饭啊。你看现在这小孩都没有礼貌，说自己先趴下坐下，有什么东西往自己嘴里塞，那不行。咱们都看长辈儿，爸爸是吧？但是我没见过我奶奶啊，我奶奶死的早，家里穷啊，就早早就死了。但等我爸都坐下，妈妈哎，开始了是吧？而且大家一定要包，就除夕，然后听着鞭炮声，看新闻联播，完了春晚是吧？现在春晚也看不了了，为什么？全是吹捧习近平，咣咣咣，整天就是斗啊！你看那个胡文那个年代。我记忆很清楚，我在开发区看守所关押，那时候这个2002年一场雪，是不是啊？这场雪来了晚了一些，是吧？哎呀，我们看了一个眼泪巴擦呀，就是现在想着，但是那高朗的歌为什么受欢迎啊？它那主题都是爱，是吧？全都是爱啊，这个爱你爱天长地久，爱你到多久爱天长地久，是吧？那个云朵的像云儿，是吧？这你看这。高朗为什么在那个胡温时代走红？因为那个时代这么讲嘛，虽然共产党领导他多多少少还搞个和谐社会，他知道骗一骗。这习近平自己都根本不骗，全是杀。因为这个年代完了，除夕不敢说除夕，为什么一除他就想着要除掉他？实际上不是，除夕是除谋，谋是不是啊？是年嘛，是避嫌是吧？忌讳是，咱这个文化传统它也破坏了。所以今天刚才我找不到，你们找一找。今天有个很大的一条新闻，讲全世界各地都认同过节的事，他表述始终不提除夕啊。今天早上我要给你们做新闻读书，讲忘了是吧？我就想这个春节啊，心里面害怕啊。我刚讲了一半，一个是围坐在一起啊，大家都要喝点小酒，一定要喝个半醉是吧？哎，这一家人呢高兴，因为就盼这一年呐，一定要都回来，回来不行，你要不回来长辈儿流眼泪啊，我告诉你。这可不是小事啊！你再颠簸，再困苦，啊，折腾来折腾去要回来，而且长辈儿还要压岁钱，口袋里再穷要搞小红包，是吧？小孩给你磕头，咣咣磕头，啊，磕头的时候你一定要给钱的啊，压岁钱，这钱是你自己的钱，怎么钱？你长命百岁。完了，初一的时候到男方家是吧？汉子领了老婆，完初三是到女的家，是老婆跟着汉子。跟着太太是吧？就是我讲的山东都是山东腔啊，完就去走娘家，你不能随便走啊！大年初一你到女的家，这个就叫什么？不讲规矩，你是胡整
是吧？除夕也是啊，除夕一边喝着小酒，吃着饺子，一边看着春晚啊。主题是看什么？看高老的、这个，是吧？赵本山的小品，谁都知道那个低俗，但人们看了乐就行，是吧？那习近平看这个时代，他不是他怕别人乐，全是愁眉苦脸，互相残杀的是吧？刺刀见红，就菜鸟这套东西啊。你看他这个，到他这时代完蛋了啊！因为这个总理员就是搞外贸出家的是吧？起家的是吧？这个皇室人呐、啊，这习近平终于成为什么？成皇室人，不是杨白劳了是吧？广大老百姓变成杨白劳了，这终于他得势了以后，你看完了，主题思想变了，高老现在完蛋了嘛是吧？根本就没有市场了，所以他很生气啊！罗刹海市嘲讽习近平是吧？那马季是啥是吧？那个意思其实就是嘲讽这个中共集权统治，统治的国家就像个什么，就像个猪圈一样是吧？最丑的变成最美的，你可不是吗？你看现在那些最坏的人全都当了官，最好的人像李克强，党内最好的人埋到地下了是吧？你看这几个小矮人，你说丢不丢尽脸？你说像个罗刹海市里边的描写那些牛鬼蛇神，叫我们叫。这个东北话、大连话讲叫三毛野兽，是吧？全都这些东西啊，这不是好人治理这国家，一直搞得今天这程度啊。所以现在这暴狼的歌不受欢迎，是不是宣告了吗？3年要停止了更新了，是吧？这个不知道这个时代不适合他了，是吧？连那个时代多么美好，你看那云朵的小女孩长得乖乖巧巧，很漂亮啊，她是少数民族。这个刀郎不就是需要一个唱女高音的嗓门高的女，一般人唱不上那么高的音，是吧？哎，正好发一个端盘小女孩，咦，怎么样？那些女孩说：“我要不我试试，是吧？”啊，试试你试试看看吧。一看这小孩特别淳朴啊，单纯，很穷，他家他爸爸妈妈都没有钱，资助他们上学，就像他姐姐都失学，这小女孩很坚强，就想救她姐姐啊。越穷人家孩子啊，就跟咱们一样，越孝顺，就都想帮助这家人，发愤图强，正正好找个机会。这一唱，哎呦我天，别给刀郎感动，这个歌说一定要为他写个歌，为什么？这个腔调只有他唱的最好，啊，就给小女孩收留当徒弟了，是吧？当徒弟那，因为他是小女孩领回家了，你想想，他原来的太太能有一些吗？刀郎他师傅什么的做工作啊。哎，这就是来学习艺术的，没有别的意思啊。这小女孩一直跟着他，你看这也成名，叫云朵是吧？那我经常听云朵的歌，唱得很好，但主要是刀郎唱得好啊。也刀郎是唱、写、编、谱曲、表演一串楼，还有光脑袋是吧？也很像我，所以这歌唱得好啊。我出去经常一边播放着刀郎的歌，《罗刹海赋》，咱现在没打败习近平，通过这个歌解解恨也行是吧？上个世纪，我经常在卡拉 OK 和那些老板们，这个唱歌玩啊。有个老板特有意思，搞装修公司的，那个老板就是也是山东人啊。他有句话特生动，他说他爱唱卡拉 OK，唱得不好，没苦狼嚎，但是就喜欢唱，一定要是喝得半醉再唱，特别投入啊。他自己不丢手，这怎么说？拿麦克风说，这职工啊，咱也不敢含糊。含糊的是山东话，就批评的意思啊，咱不敢含糊，含糊都跑了，他是搞装修的，那咱只有含糊是话头，就拿话头，含糊的话头，批评的话头，他不停的吼啊。想起有一年春节，就是在一块儿娱乐，想一想这是温馨呐、啊。说到了新平时代吧，全是湘江血债啊。你说今年除夕这个咋办？不许过节，除夕，春节是从初一开始啊，因为什么？除夕，除掉习近平，这国家才能繁荣昌盛啊！你看这个多么多么的寓意深刻啊！其实我扯远了，刚我找了半天，这个报道没有了，他可能发觉了，是吧？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另外的消息啊。刚才讲了一半，经济形势现在一塌糊涂，美国之音今天一篇大文章分析外资撤离。难挽回呀、啊！24年中国经济挑战严峻，啊，他说呢，24年即将来临了，中国疲软的经济动能是国际人关注的话题了。不仅房地产跟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积重难返，外人对华直接投资于今年第三季度出现了净流出啊！啊，
以前小孩儿，据说小孩儿哭晕了，不睡觉，晚上闹他妈妈是吧？给奶吃他也闹，小孩儿他妈就说再哭，习近平要来了。哎，小孩马上不哭了，小孩也知道习近平可怕是吧？说尤其甚者，观察人士分析啊，中共还在继续紧缩监管，除强调金融面的国家安全啊、国安管制外，还压缩外商在中国的言论空间呢。你像在这种背离开放步调的前提下，恐难翻转外资撤去智利的趋势。完了，你看这国家到处都在抓人，是吧？昨天我讲到了徐晓东昨天有个节目很敏感啊，他这个武术馆有一个同事在推特上发了一个不超过54个小文章啊，加个罪名，寻衅滋事抓起来了，判了8个月。你就想想，律师费花了6万。托情找人花了40万，全部家产都砸进去了，才放出来。这小孩儿啊，你说倒不倒霉呀？才多少人看？一共就31个人看，还来个寻衅滋事儿。这就是嘛，底下那些官员都为了表忠诚啊，纷纷找人理由证明自己就忠诚习近平，到处抓人，抓的天怒人怨的啊，满脸都是敌人啊！你说怎么可能给经济搞好啊？你看中国总理李强是12月18号组织工业常委会再次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，列为优先议题。据央视报道，李强在会上讲了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畅通国内循环，也就设法释放内需潜力。完了，不是对外开放，对内开放，对自身开放。你就想内循环啥意思？就像一个人，你现在不拉屎、不撒尿、不吃不喝，完内循环，一会儿就憋死了。很简单的事儿，对吧？你看，对此，分析人士表示，李强画出的经济重点凸显的是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。它有三驾马车经济：出口、投资、内需，全都完了，内部消费全部失衡。其中最具拉动力的出口和对华直接投资明显放缓了，逼得中共只能聚焦促进内需消费和扩大规模的投资啊。但这对中国经济有多大的拉抬作用，外界无不质疑啊。我认为他有办法，就抓。这一个是把对立派这些当官全抓了，因为改革开放40年，这个财富就放在两种人手，一个当官的，一个是什么企业家，是吧？当官的抓什么？抓李克强的、王岐山的。是吧？刘奇宝的、周富强的、这个令计划的，是吧？胡锦涛的、胡春华的，等等等等，抓不完。算是一个什么事？就是盘子大的呢，习近平想抓就是千万。你看这次这个刘洪武，这不又整了1000多万？习近平说不用着急，李强，不行，咱们再抓，就到处抓，抓人啊！你看，还有一种人就企业家，因为企业家都上保护伞了，你要没有地方官员支持，你怎么可能发展致富，是吧？所以他开始抓这民营企业家，也是什么对立派官员的白手套，就开始抓了，是吧？还有啊，亿万富豪慢慢抓。王健林现在日子也不好过了，是吧？你看昨天海外媒体披露说，王健林前段时间亏破产了，需要5000亿。他的太太救了他，给他5000亿。哎呀，他太太的钱是谁的钱呢？这篇文章讲说，太太是老红军的子女，哎，怎么样怎么样？我就讲到这个程度吧，是不是啊？这一看，你知道经济不行了啊，这是一种担心呐、啊。他担心呢，中国会对他采取措施啊。赵家这个钱不是我的，是我太太的钱。那太太谁不认识他在大连？什么过去那不体委田径运动员吗？他手里大上哪有钱呢、啊？胡扯啥、啊？这你说对不对？我一看有些报道啊，就证明农民这个民营企业家感到苦。吓死了！我跟你讲啊，以前我早就想到了，习近平先没收什么呢？就像吴晓辉、肖建华这种不好张都的 number one，然后这一点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个开始整了啊，然后千万、百万，再一点点10万、1万，最后没有私有财产，像这样挣不下去啊！如果习近平还干的话，你们做好思想准备吧。这篇文章采访了很多这个台湾的这个研究员的观点，我不重复了啊，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啊，是不是啊？这篇文章讲啊，中国投资动力不足，恐冲击人民币的汇率，他就讲到人民币啊，中国城镇的固定资产投资今年头10个月仅增长了2.9%，
9年初减缓了2.6个百分点，其中民间投资自5月份成为负数了，港澳台企业对华投资更是全部黑了。目前在投资领域仅剩国企苦苦撑着，你现在港澳台完了，变成什么粤港澳澳大湾区，变成和内地城市一模一样，那内地城市也不如啊。那么这篇文章讲，他说是连续9个月趋缓，显示中国民间和公共部门投资动能急速的萎缩了。你看见没有啊？外资出逃加引发了这个股汇市的热钱跟着往外跑。导致人民币汇率的急贬。目前市场短期观察是什么呢？人民币或可守住兑换美元7.35左右的水平，但有学者研判，人民币兑美元可以破8，我认为会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最后100啊，然后挤兑银行，然后习近平镇压，一这样全面的动乱，然后习近平看不见，打台湾啊，反正要死了，大家绑在一起一块干啊，一定是这样啊。我跟你讲吧，这个可以这样讲，中国的经济形势完蛋了啊！几亿级回到了什么呢？2005年，这是现在啊！人民币，他说呢，短期观察是人民币或守住兑换美金7.35左右的水平。也有的学者研判，人民币兑美元可能破8，即一下子回到了2005年7月11号的汇改前的水平啊！这不是开玩笑的啊！你再看这篇文章讲中国市场失效。说日资企业的中国热降温呢尤其明显。你像日本企业，我已经上场不讲了吧？不是吹牛皮啊，有几个比我更了解日本企业。你想日本工业团体，我就最早是我报道在海外，对吧？那时候刚调到大连支社嘛，那时候只有赵长孙啊，赵长孙从新疆分社来的，对吧？我是他的重要的助手啊，给他跑腿的，是吧？你想想那个时候就采访日本那些企业，日本企业、日本工业团体不就是吗？日本大老板承包这块地，然后在大连开发区里彭系的，然后日本企业呼噜呼噜企业都砸进来了，对不对啊？那日本工业团体接着就是台湾工业团体，是吧？欧美工业团体，你看那时候的投资，那就是嗷嗷叫，更别话讲，是吧？蒸蒸日上啊！你看现在一落千丈啊！你看日本大连不有日本风情小街，最后怎么样？冷冷清清，门可罗雀呀！我跟你讲，完蛋了啊！就彻底的什么呢？这个经济彻底的崩盘了，守不住了。跟你讲啊，这是很大的麻烦。这篇文章是用数字在讲话。他说，日本的经济新闻12月15号报道，日本国际合作银行，也就是日本制造业的国外业务所做的民调显示，日上未来3年看好的海外市场当中，印度已经亮临蝉联第一了。就是印度呢。后起之秀了，捡了8天，弯腰捡了个8天宝，是吧？你包括我刚刚讲那些什么耐克啊，什么那些工厂，不都转移到那边去了，是吧？包括这个台积电，是吧？不是台积电，包括这个郭台铭的企业，好多早就转了啊。越南今年也首次超越了中国了，升到第二位。那么呢，该调查是以日本汽车、机电、电子产品为主要对象啊。据报道，中国正是日上看好的市场，但目前能有中国热的日本企业仅剩了28.4%啊，创历史新低，低于印度看好的48.6%。背后的导因当然是美中对立和中国经济的建树啊！你对外开放就是和美国开放，你和美国搞好关系，那全世界就歇菜了，这是龙头老大呀！说心里话，你想用人民币这个体系来挑战美元，那是说心里话，那不就是不懂经济？你看李克强怎么争气啊？不懂经济烂插手，一直把中国搞到今天程度。说针对中国房企巨头近年来连续传出违约的暴雷危机，日本经济研究所12月10号发布，中国如果爆发房地产泡沫个裂等金融危机的经济展望，他说呢，中国政府计划加强对问题房企的资金支持和纾困，但这种兜底的做法反增长了什么金融体系的坏账压力啊？假设27年真的发生最坏的情形，即房产价格暴跌导致问题，房企无法收回资金，无法偿还银行贷款，中国整体银行的坏账将扩大，其中中小银行的风险尤其大。这种风险型金融风暴，恐怕迫使资金更加速外逃。人民币兑美元届时可以突破9的水平，
中国经济将只能维持在1.5%以下的快速低速增长了。你看日本呢，我们情报系统特别厉害。你看日本的企业，4个日本企业都规定啊，这个董事长、总经理可以每天请客吃饭，请着中方的啊，就你所在投资国这里吃饭，但是你在那个发票背面要写上请着谁，全报销。他为什么？回来你要写报告，今天请了谁，在哪里，谈的什么内容，非常详尽的。日本绝对是一个搞这个情报一个大国，这个我是非常了解的啊。他们全存档啊，过多少年都丢失不了。你想了解日本企业，他就通过请客吃饭，你来的时候人都喝点小酒，脸红红的，完了个嘴就得没有把门的时候，我这边讲啊，不让讲都不行，是不是啊？啥秘密都出来了。所以，这个日本企业在这方面绝对厉害。你看，日本那些驻上海办事处那些记者们，天天晚上都喝小红酒，到处找的人，每天都乐呵的，乐呵呵的，是吧？一来都一大屋子人，什么人都有啊，我就在那讲，是吧？都记载下来，那作为一个情报。所以，从日本情报当中，你可以才知道就是多厉害，就日本，他掌握这个信息绝对准确啊。所以，你们要重视这一点吧。这个文章讲，他从据报告称。就算中国房市不致爆发重大金融风险，但一向扮演经济火车头的房市若持续低迷，中国经济增速恐怕将在2029年降到3%，甚至35年降到2%。届时，中国名义的 GDP 只有美国的80%啊！你就想，这是理论上在探讨啊。我认为很可能近1-2年，就是说，如果习近平还在台上，那可能就会发生战争了啊。说各界原本对中国经济超越美国，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预期将落空，中美逆转难以实现下后起之秀的印度，若维持每年6%的以上的经济增长率，恐怕成为直追中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啊！这篇文章最后指出，他说从外资撤离到日企的中国热降温，啊，台南大学一个叫陈文甲认为。这个全球经济重点呢，正从中国转移到其他新兴市场了，这是很难逆转的趋势了。但中国经济的挑战和机遇仍然并存，其中最严重的挑战就是增长。挑战是什么呢？增长放缓、人口老化和主要贸易国的低利关系等等，为中国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具有不可忽视的庞大市场商机和制造实力啊。现在就看中国会不会发生内部军事政变，或者是高层内斗，也就是把习近平干下去，是吧？如果说有一个派系把习近平搞下去，那说不定还能缓一缓。如果习近平还继续找整下去，儿子又上来了，变成习二代，中国的经济彻底就完蛋了啊！那当然了，这个未来怎么发展呢？还要需要继续进一步的观察啊。那么下一场再告诉你们更敏感的消息。你看那个吴钊燮。这个时候正是习近平心烦的时候，他竟然来个什么蛋炒饭，等下一场给你们讲啊，这叫火上浇油啊！好。